家早安，现在是7:50早上。Hello， 美女，你还好吗？今天我们挑战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租 Evil Car 呢，但其实啊，比我想象还要简单，因为只要下载 APP 申请你的行车驾照和记录，只要不要问题，它的官方就会让你申请成功。冲吧 ，Let's go！Hello， 美女，休息站，第一站在天波藤，好享受啊！现在机会让你的空拍这个漂亮的景吧，趁还没有赶快阴天的时候来拍一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景点，那这是 Alexander Bridge Picnic Ground BC Park。你好像之前有来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来过。那你就带领我们了，顺便一边介绍吧。哇，美女，这个就是你说的 Alexander Bridge 吗？很漂亮耶。这是第一次妈妈居然走野路，我知道你来过，可是很少看到你这么的冒险，走这种野路，凶宝哦，秘密知道，哎，这蛮美的耶，看一下，真的太夸张，我们刚才居然从桥的下面下来了，这是冒险妈妈居然从那个内侧巷子下来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，不过哇，这个景真的很漂亮，小桥就在那里，好吧，这里拍几张吧。所以是目前我们就在这个 Alex Bridge 结束了，这是很不错的小小景点。如果经过这里的话，非常非常欢迎。来这里到此一游哦。好，我们到下一个 destination 吧。Let's go。所以对哦，开了快3到4小时以上的车子，很多人在这里想说，怎么一台 Evo 居然大老跑远跑来这个荒郊野外呢？但是我们终于来到这个 Sitten Lake， 超级美的，就在这前面，一直到这个山顶，在上面拍出，等一下你们照片就知道了，那个景哦，世界绝景，我这样子就感觉了，我们就要往上面跑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飞机哪里找出来？就这样。哦，飞机，就是 helipad， 你知道吗？就像直升机一样找得到地方。Nanny， hello， 终于到这个景了，超美。赶快趁天气还没有改变，好漂亮，大太阳，赶快来拍一下吧。OK， 所以目前就这样子啊，这一次超级棒的旅程，嚯、哦，真的是长途路线，超美的，真的看一下，呜、那個，啊，过瀑了，或者看一下，超漂亮的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 ring 那个小铃铛哦。大家下次见啦，抓痒抓痒抓痒，拜拜。